哇，终于完成了，辛苦了，这用到很多缎带呢。对啊，这是缎带王特别为农历新年所整理出来的一个过年装饰啊。哦，它用了很多颜色哎。对，在我们的缎带制作过程中，有一个染色的程序，经过染色呢，我们的缎带就会呈现出许多漂亮的颜色啦。哦，哎，那怎么少一块？因为这是剑师啊，在台南的安平非常有名的剑师啊。你说的少一块的部分，就代表着狮子咬着一支剑。俗话说，人入剑师口，大富又大贵。现在是新年期间，只要来跟剑师拍个照，我相信一定会带给你大吉大利、富贵吉祥的。好，那东哥你赶快下来，我也要跟剑师拍照，在过年期间讨个吉利。好。